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10月7日，来玩这一款《不死族与恶魔》。这是一款打砖块类型的 RPG 游戏，我在上面下载次数是10万加，4.9核心评分。故事讲述在维持平衡已久的魔界中，强大的恶魔打破了平衡，并且威胁了整个魔界。这次我们将扮演不死族，打败来袭的恶魔女王戴夫拉。游戏为弹珠射击砖块的玩法，弹珠变成了我们的骷髅士兵，而砖块变成了步步进攻的恶魔。通过不死亡的技能术、道具、符文提升各项属性，花费金币召唤骷髅士兵，并且可以两合成升级。利用弹珠射击的特性，爽快地击败敌人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的，来吧，不死族与恶魔。这边先确认一下 ，Undead and Demo， 我英文不太好啊。版本是 2.1.0 哦，应该蛮多下载次数了吧？10万。好，点击开始。音乐的话，可以再稍微大声一点点。我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剧情介绍怎样？魔界有各个种族互相争斗，直到现在维持平衡。恶魔族最强。哦，有一个女王是不是？啊，这是那种绘本风嘛，但是有点暗黑的感觉，黑黑的。好吧，反正就看起来是恶魔跟那个不死族的对决吧。对战吧，哎呦，这边有 3D 哦。游戏好像是不是弹射游戏啊，还是方块有射击游戏啊？打砖块类型的 RPG。好，一之一，先跟着教学吧。好像有点大声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真的呢。不，哦，我懂，这种游戏有玩过类似的啦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弹，打到他后面的话，有机会就可以打到砰这样，玩过类似的。我的意思说，这个玩法不是说最新颖的啦，玩过类似的这样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英雄啊角色，然后可以使用技能这样。玩过的一些弹射弹珠游戏是角色会在那边弹来弹去，在里面弹来弹去这样。然后你可能会组队，然后每个英雄有一些技能。然后这种是直接射珠子，好吧，反正就跟着他教学吧。诶，这怎么有点像那个 overload 啊？又一个 overload 是不是？请选择攻击目标，这种就是只用必杀了吧？使用技能嘛，直接3回合是不是？3回合冷却，啊，这个死了嘛，就直接射死他就好了。因为我们每一个，小声一点好了，我们每一个那个弹珠都会有一个攻击力啊，那就想办法射到里面去，嘟上啊，失败，那这样成功几率比较高了吧？哦，这样成功几率比较高了。可以弹比较多次，这边有一个这个点数哎，分配技能点数，技能数，我这边可以点击这个技能数，投射物强化，攻击力加1%，会不会太少？暴击率，然后暴伤，那我是先加攻击力啊，就实际嘛。然后可以合成是不是？现在好像还没有合成耶，所以看起来我们是骷髅王啊，骷髅王，这个不好弄哎。说实在，我们抱歉，手滑了，又手滑了，失败了。
这样没有啊？我老是想要弹回去啊！你不弹回去就直接射他们，射他也行啊，打他们两个中间。哦，今天这次失败的很严重。我的一个弹珠攻击是2滴血、啊，目前好一只一股。那我们可以召唤士兵了，合成这些小骷髅是不是？使用魔力和金币召唤骷髅士兵，使用宝石或骷髅士兵召唤券可以进行高级召唤。哈哈哈哈哈。确认，合成按钮，这边我们啊，10个，这个10应该是我们的那个子弹数目嘛，因为我们好像用那个骷髅头去射他们，然后攻击力23是不是？士兵会从白色，我们现在是白色子弹啊，一路到紫色，然后可以合体进化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教学完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刚刚抓我 Play 商店的装置账号，然后语言的话，国际服吧，有这些，有些看不懂。然后背景音乐音效可以开关，故事指引社区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游戏好像有脸书吧？有吗？好像没看到。啊，我没看到脸书。然后这边是点了没反应，这是金币，金币应该是要用，没有点了之后就是我们的商店商城。好，这边有看广告，拿钻石，花台币拿钻石，去广告240。时间是什么啊？翻译怪怪的。时间，哦，这个时间到位用可以用金币来买这些道具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钻石，蓝色钻石跟红色钻石，红色可能算宝石吧，蓝宝石、红宝石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困难模式，一般、无限、金币。这些应该是副本玩法吧？打开来任务，好像没有任务。这个应该是成就任务，还没有看到日常，增强一般高级，可以强化，就用金币来强化吧。不然那个你技术再怎么高超，有没有？你也是打不过啊，因为你就打不动啊，加血干嘛？好像随机加，我看一下体力、暴击率，大概就攻击、暴击、暴伤嘛。然后这个是士兵的攻击力什么的，然后就没钱了。然后排名、国家排名、世界排名、突袭排名，这个是国际服。然后国家排名，因为我是台湾玩家嘛，所以这边是 TW。这么多人哦，我都没玩过这款游戏。那么多人玩过这款游戏哦，我前几天就有看到了，就是它会出现在我的广告区嘛，我知道啊，只是就不想玩了，没等找不到游戏的时候再来玩嘛。我的 ID 怎么改啊？ID 好像还没看到啊，点没反应啊，奇怪，因为我的 ID 在这啊，没有 ID。好，士兵召唤去合成或怎样？合成，这样就剩6只了，但是比较攻击力是比较强啊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刚刚把金币花掉，怎么办？我会不会过不了？可以再玩一次吧？真的打不过，回头玩一次。技能树还有属性，让我们体验闪电。哇，这个80只是怎样？
算了，直接打好了。哦，闪电是这样。好像还蛮强的欸，这个闪电，它有个连锁效果吧？这个应该会死掉。我的骷髅刚被我合成了啦，我觉得你应该先以量取胜，就是先用量数量，然后之后再那个提升你的值。你看我这个量不够，我又打不过。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死掉了。使用技能好了，等下再用。确认，确认攻击目标不？然后我就合成了嘛，没有金币耶，100。赶快叫一下，叫一下。有难度，老打不过我。这个会不会只是让我体验的？因为敌人好强、喔！哇哇哇！突然变好强，突然变好强，就是你可以在后面一直撞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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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有一种爽快感，然后电死他们这样。看来我不会输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直接射到后面去，这样子吧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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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，兄弟，我受伤了！他走到这边就会打到我，你看打我一滴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好，过了，我没有满星过关。这边我们要赶快那个召唤一下，召唤一下。先把这个数量给叫满，然后满了之后你再去合成升级。然后这边又有点数额，技能数可以点一下。你只要点了两点，是不是就这边就可以点？它就是技能数吧。然后他刚刚说11级什么可以选择属性，让我体验闪电属性。目前没有装备，我们再玩一场好了。这游戏算好玩吧？应该说算不会无聊，就是有点策略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咯，1-3。好，毒属性一样是试用啊，试玩。想办法冲进去吧。结果失败，冲不进去。啊，这样啊，当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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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。啊，冲进去了。中毒的话可以怎样啊？让他中毒是不是，他自己前进就会受伤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攻击力5啊，你看他41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中25，就是他有一个负面嘛，那就把他打死。这里我们应该还是进不去了，我觉得，因为这个80滴，哦，进去了，被我成功进去了。这样你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、啊，就弹啊！我又手残了，抱歉，手残，滑过去手指就不小心放开，这样应该进得去吧 ？OK OK， 好啦，算是一个可玩性不错的一个小游戏，也不能说小游戏啊，就是一个直立式的游戏，是 OK 的。这个我们直接把它突破好了，不然你也进不去啊！一定要把它突破掉才可以打到后面去嘛。我6级了、好快哦！然后这边7%坡，想办法给它钻进去，钻到后面去有没有？哇，失败，没钻进去。有一两颗钻进去了，
把他们被毒死啊！那好好棒，好棒啊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拜拜。这个好像咕噜我。哎呦，BOSS 战，BOSS 战，BOSS 还会召唤小兵哎、欸。有时候玩那个一些游戏，BOSS 会召唤小兵。哎呀喂啊，没办法，想办法先钻到里面去，钻到后面去啊！这个角度好像不行，那我就知道。这是第八波了，那这个。把 BOSS 干掉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这样，失败。好吧，我们直接正面攻击 BOSS 啦，因为已经没什么好谈的，太难了，谈不了了。反正他会被堵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了。上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！我想太多了。好了，还是有一点点，还是有一点点。上，直接用左右弹的。你如果直线弹的话，弹不了它。嗯，这样子，失败，打我5D 哦。好啦，我们过了，但是没有满血过。欸，这样不错哦，这样子，他这样就变成底部嘛。我又没有满星通关了。好，这边有装备，佩戴一下，增加攻击力2是不是？骷髅王攻击14啊，这边加2欸，加2可能是我刚刚点的技能数吧。哦，消耗这个可以召唤装备，装备也是可以合成的啊，合成装备。只是是不是要同样的才可以合成啊？同样的等级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这边你要去看一下哪个武器比较强啊？哦，这攻击14啊，然后这个比较烂啊。打岔一下嘛，这个是黄底呀、啊，黄底可能是比较强嘛。然后你看这个是白底呀、啊，比较烂。然后这个是蓝底呀、啊，就这个蓝色珠子嘛，黄色珠子就橙色啊，橙色跟蓝色，金色，算金色啦，这个游戏算金色。好，一只四，我觉得可玩性不错，可玩性不错。好，想玩的话，我会把下链接放影片，希望支援两位。那我们这期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